这些都是兰花，有几十个品种，有着各自的名字。这只是寒兰，角桃红，这十几兰。这株就是大名鼎鼎的汝城建兰，也叫四季兰。这叶片很大，而且很直立。2013年9月，在中国第八届花卉博览会上，汝城建兰摘得金奖桂冠。这个叫一叶兰，也叫蜘蛛包蛋。兰花有着空谷佳人的美誉，它美丽却娇贵，对生长环境的要求十分苛刻。活不好，无宁死，是兰花不改的生命信条。这个兰花基地中的所有品种都来自一个地方，湖南九龙江国家森林公园。这条河叫热水河，河边有多眼天然热泉涌出，水温高达91.5摄氏度，最高可以达到98摄氏度，而且地热面积很大，达到了3平方公里，是中南六省最大的热田。天还没亮，河边就已经有人忙碌开了，一天都不会闲着。据专家介绍，水中微量元素氡的含量特别高，还有钠，所以烫熟的鸡蛋是危险的。我们这个温泉煮蛋呢，它有个特点，就是说它这个黄会先熟，白后熟。真的有那个咸味，不需要再加什么佐料。热水河发源于九龙江国家森林公园的最高峰泗水山。海拔1500米的泗水山顶，耸立着一座脚踏三省的界碑。鸡鸣三省，水注三江。发源于九龙江森林公园内的大小河流，北入湘江，东汇赣江，南注北江。站在泗水山巅，眼前峰峦叠翠，沟壑纵横，300多座大小山峰如绿色的波浪扑面而来，与脚下风貌的草甸交融在了一起。这里是南岭山脉和罗霄山脉的交汇处，地貌类型丰富，又在亚热带湿润气候的控制区内。无论在山坡还是沟谷，茂密的植物终年遮天蔽日。在常绿阔叶林中跋涉，你几乎能感受到空气的分量，湿润而凝重。九龙江国家森林公园，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和水类条件的丰富，地形地貌比较复杂，所以植物的多样性高，而且保存着各个地势时期的残余种和一些珍稀濒危物种。坚硬的花岗岩在河水劲烈的冲蚀下，也不得不改变原有的形态，展现出柔美乖巧的一面。瀑布下水潭边是最凉爽的地方。关机都不要，就电器，电池。那个有酒精吗？
拿酒精。我很难过。哎，现在鱼吗？这么漂亮。可能是那个翅膀上的。好，很好哈，这汗就没停过。哦，这是个好东西啊。什么好东西啊？因为还开花呢。它叫碾木，这个是1984年就被列为了国家珍稀濒危植物的一种植物。嗯，我在湖南20多年的这个野外调查，在几个地方呢有记载的痕迹，也没找到过。这是个宝贝哦。碾木主要生长在热带雨林中，这里已是它分布的北界了。由于原始林的破坏，碾木几乎没有了安身之所。碾木的生存依赖于完美的植物家庭，只有在大家伙儿共同创造的环境条件中，碾木才有繁衍的希望。玉熏林从碾木的身上看到了一片顶级常绿阔叶林的存在。这个是太珍贵珍稀了，它是这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。有的植物也好，动物也好，它的很多的种类都依赖着这种环境才能生存。玉熏林说，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，原始林的生物多样性是人工林的4到10倍，而原始常绿阔叶林一旦遭到破坏，植被的完全恢复需要几百年的时间。九龙江的密林从谷底沿山坡向上延伸，枝繁叶茂，郁郁葱葱，终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。在这样的阔叶林中，阳光要想透过枝叶的缝隙洒落地上，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厚厚的落叶层在慢慢的腐烂，微生物、昆虫各取所需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在森林的底层高速运转，生生死死，周而复始，使常绿阔叶林成为湿润亚热带最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。我正好看一眼，这是什么？这林子。这个得长多少年了？这就刚刚长10多天，20天都老了。你属于你好不好吗？最好汤泡出来的太不浓。那你为什么不留到这个时候？哎呀，留到时候就别人剪掉了。不是我剪的了。你送我一株行吗？送你一根。嗯，行啊，漂亮的，说一根漂亮，这根最漂亮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这还有一个，哎，你看了吗？这还长一个小芽呢。不是小芽，是个树叶。好，啊，还差几十公分。是啊，是啊，差20公分。里面还有，还有，还有。你讲去了，没错了，我不骗你。吴罗生，瑶族，在当地小有名气，因为他对九龙江的山水沟壑非常熟悉，捕猎、摸鱼、采山货，样样精通。这么大的啊，跟它的龟长得不一样啊。瑶族是这里最久远的居民之一，地处湖南东南一隅的汝城县，一直是汉族和瑶畲等少数民族的传统聚居地。湖南汝城建在崇山峻岭之中，历史上就是连通湘、粤、赣的门户。端午，农历5月5，是最古老的中国传统节日之一。一对新人的婚礼就在范家祠堂里举行。古老的祠堂充满了热热融融的亲情和乡情。来来来，祠堂。
范家先人范禄是明朝的监察御史，为官清廉，坚持原则。秀一方是为精表他的功绩而建，秀一是当时监察御史的别称。这座秀一方距今已经有400多年。从秀一方再上溯400多年，汝城来了个县令，周敦颐，号濂溪，宋朝大思想家，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。他为人谦虚淡泊，在汝城四年，他一边为官，一边开堂授课。周敦颐留下的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的思想，更是家喻户晓，影响深远。岁月沧桑千百年，太多的过往遗落在历史的尘埃中，而濂溪书院和它的主人却是人们心中最深的守望。汝城人爱濂，爱蓝，爱这里清脆的色彩。端午这一天，中国人都会吃粽子，吴罗生家也一样。他们邀请了长辈和亲友一起包，一起过节。为了采一种树叶，住在山顶村落的刘开良还特意在这天下了趟山。5月5日竞采杂药，可治百病的传统，对于中九生来说是必须遵从的。自家的后山长满了杂草和竹子，但在中九生眼里，这就是一间天然药铺。6月的汝城正值梅雨季节，时阴时雨。见庙怕你团团转，一根绍兴哦蹦到爱。他们家是祖传宗医。是的，是祖传的。哎哎，他回来了。这个叫山栀子，哦，是野生的，它是栀子。这个叫金刚翅，排污，排污，石猴子，啊，又名也叫山叶青，八个角啊，所以它叫八角莲。它的功用啊是无名种毒，还可毒蛇、毒蛇咬伤，还可抗癌。啊，刘开良采回来的是野含笑叶。生长在低海拔常绿阔叶林中。在古代，端午这一天是要用佩兰煮汤沐浴的，用以驱病驱邪。而九龙江的瑶族喜欢用野含笑汤来为产妇和儿童洗澡，当地人叫它满身香。圆圆香转上，长大好结我平平笑。吃粽子，采杂药，木兰浴，制凉茶，所有这一切是因为自仲夏开始五毒进出，而保健康求平安便成为人们共同的愿望。有着2000年历史的端午礼俗，在九龙江瑶族百姓清亮的祝酒歌中延续。对自然的感恩和尊敬，决定了我们的今天和未来。九龙江国家森林公园的茶绿阔叶林保存完好，生态系统稳定，植物恢复能力非常强，因此它的森林景观丰富多样，
丰富的森林植被，良好的森林环境，也给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场所。这条是野鸡走的路，野鸡最爱吃的这个果实。这是什么树的果实啊？这个叫白槐树，就在这里下套。这是一只雌性白鹇，它在自己领地觅食。不出声。不杀母兽，孕兽。这是母的哈。是啊。是他们必须遵守的狩猎之道。一根弹起的绳子，让这样的陷阱变得善意了许多。你这个方法跟谁学的呀？跟我们苗族的一个老前辈学的，现在都失传了。几根树枝，一根绳，组合成一个简单却完美的装置。乌罗生的表演让我们明白，一个靠山吃山的民族绝不会坐吃山空，赶尽杀绝。走吧，回家吧，回家了。对自然的恩泽索取有度，是瑶族人深谙的生存法则。这是一片适合竹鼠生存的环境，安静隐蔽，植被丰富，有水有坡，不远处就有竹子，还有竹鼠爱吃的冬茅草。这是就是这里面这里一个窝，嗯，就是往这里有点退身的路。吴罗生再一次显示了他九龙江山野第一人的水准。找食物吃这个竹子的根，如果他是在这里住，嗯，那就是这个边边的食物全部要吃完。竹鼠挖洞的速度惊人，就我们现在的刨土速度是永远找不到它的。吴师傅，它很厉害的，它用这个嘴啊和那爪子就一直爬这个泥巴的，很快的。竹鼠洞与其他动物的洞穴不同，它的家是不断延伸的，而延伸的方向是与竹子的根脉相同，这样它基本不用出门觅食。当然，在窝里还备着干粮，看起来冬茅草根的味道很好。竹鼠对自己的生活空间还是有讲究的，时不时要整理一下。竹鼠夫妻总是形影不离，能够一同在家中享受美食，再睡个懒觉，真是再幸福不过的事情了。九龙江国家森林公园，它地处中亚热带，向南亚热带过渡区域，所以在这里既有中亚热带的植物种类，也有南亚热带植物种类，而且栖息成分复杂，堪称南宁的植物王国。在九龙江的密林中，沟谷的温湿度明显高于山上，常绿阔叶林还有改善林内小气候条件、调节水湿状况等生态优势，促使适应不同水热条件的植物纷纷在此扎根。看这棵树好大是吧？这个就是木虎，是常绿阔叶林最重要的一个健康植物。你这个山里面啊，它闹洞房的时候，就把这个木皮那个屑撒在那个新人的那个新床上，哇，搞得人家整个晚上都没得睡。皮层和木头之间的那一层特别痒。中间有什么东西吗？那个皮中间有金色的毛，拿出来一看还反光，那个最痒，奇痒。那剥树皮会不会痒？没事没事，树皮没事。
就在这片林子里隐藏着一株植物，叫广东西番莲，是疾病危偏热带性物种，已连续数年难觅踪迹。同样来自热带的植物桃金娘，以它对高温高湿的适应力，早早就占领了九龙江的丘陵坡地，繁衍扩张，儿孙满堂。鲜花、果实、幼苗、落叶，在同一刻呈现。冰冷的地质遗迹陪伴着炽烈的地球律动，却相隔千百万年。九龙江的美丽，就像一块绿色宝石，温润而饱满。若无其事的厉吉熙在一旁偷听我们的谈话。爹妈，对，那口子封开了，你从哪拿东西啊？来，后边我开了一个口啊，来。啊，挺好看的。采蘑菇的小蝈蝈。这是什么树的果实啊？啊，这个是红豆树的种子。哪棵是红豆树啊？哎，就上面那一棵，就是最高的那一棵。野生红豆树数量稀少，只有在顶级的常绿阔叶林中才能寻觅到它的倩影。王维《相思》那首诗中的红豆是不是说的就是这个？应该是这一类，就是凡是豆科结红色种子的都是红豆。好，这里一个果实在这里，它里面的种子到秋天红色也成色以后就是这个红豆，如果是没有像这种常绿阔叶林的话，这个树就不存在，所以它对生境要求很严格。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。秋季，红豆树将红豆散落满地，去年的果实至今依然火红如初，炽热光艳。来，送你一颗。它是寄托相思的信物，是绿色中最炫目的色彩。留住这片美丽的森林，留住红豆树，也留住千年传颂的爱情。